排在后面喽。民进党加油！民进党加油！主委变立委，可以把地方的声音更确实、完整、快速的到中央去落实下来。所以，贵体一定对您来是一个真好。得票率也真高，有连接遐尼侪地方的经验，我对会当入去立法院，绝对无像你对手拖泥带水，持小官救大官。啊，来甲大家讲，伊是要辞官要参选，这张选票骗袂着，嘛投袂落。哦，所以这一个绝对无共款的代志。今日要直接甲咱的所有干部，甲你拜托几项代志，就是第一项。一个团队，一个目标，只有胜选，不做其他的考虑。各位，达得到吗？好、哦，对呀、啊。我们第一个定义就是一个团队，一个目标，只有胜选，没有其他。其实啊，每天我到这六个乡镇哈、哦，跟民众恳托拜票，大家反应也是一样的哈、哦。补选当然没有像。五合一、九合一大选哦，这样热络哈、哦。那投票意愿当然好，补选投票意愿会比较低一点，所以我们积极哈、哦，努力。我们这最近几个礼拜哈、哦，我们都开始由我们各村各里哈、哦，包括村里长、社区理事长哈、哦，还有我们相关的志工、党部的系统来做家户的拜票哈。哦